好，大家好。咁今日咧就10月11日星期二嘅。咁咧今日live 咧照样有我啦，同阿教授啦，同埋阿 Don 嘅。喂 ，Hello，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咁啊，第一节咧又会交俾阿 Don 咧，就会讲讲咧佢有个朋友就做咗个访问，就系、是、关于咧移民咗英国之后退休嘅生活系点样咧。咁因为咧有部分人退休移民过英国最怕咧就系嗰个医疗体验啦。咁啊，然后咧 Honey B 就有条片就系讲维多利亚嘅特色嘅屋嘅。咁啊，然之后咧第三节会同阿教授讲讲咧就美国确定陷入衰退系咪反而系利好嘅消息咧，咁样样好，而家交支麦俾阿当先。Hello 啊，大家好啊。嗱，咁我其实咧耐不耐都会有啲朋友咧都会话啊，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系关于退休人士啊，或者访问一下一啲退休人士啊咁样。咁所以咧，咁上个星期咧，咁我就揾咗一个朋友咧，咁就同佢做咗个访问。咁啊，因为我知道咧，好多上咗年纪嘅朋友咧，咁可能佢其实佢嚟英国之前，可能都会担心咧，喺英国依边嗰啲医疗系统，可能会唔会同香港会好大分别啊？或者过到嚟要复诊啊，或者要去睇医生咧，会唔会好麻烦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系啦，同呢位朋友咧都有倾过依啲问题啊。咁啊，我就录咗段片嘅，咁就麻烦阿 Raymond 就帮我去开条片出嚟播啦。好。Hello 大家好啊！咁今日咧，我就嚟到一个朋友嘅屋企，咁啊，同佢去做个访问。嗱，咁我哋一路咧，我哋都有同过好多唔同界别嘅朋友咁去倾过偈啦。咁之前都有同过一啲妈咪啊，或者系一啲单身人士啊。咁啊，有好多唔同背景嚟到英國嘅香港移民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都會有一個朋友咧，就之前我哋就冇訪問過呢個界別嘅朋友嚟嘅。咁啊，呢位朋友咧，咁佢年紀咧都唔算細啦。咁啊，佢係退休人士嚟嘅。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想喺呢度咧就同佢傾下偈，睇下佢嚟到英國之後咧，咁佢覺得習唔習慣？嗱，咁我依位朋友咧，咁我就平時咧，我就叫佢何太嘅，咁佢係都好似我一個 auntie 咁樣嘅，咁佢好友善咁亦都係佢平時都好錫我哋啦，咁啊又好關照我哋嘅，咁啊佢嚟到依邊咧，咁佢大概我諗佢嚟咗都差唔多有冇9个月啊？差唔多。差唔多啊！咁啊，何太，不如咁样啦，你同我哋观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啊，讲下少少你嘅背景啊。咁我嚟英国之前咧，就系、是、之前系有翻紧工嘅。嗯。咁但系咧，我喺2022年年初嗰阵时咧，就因为有少少意外，咁啊导致到咧就有个病啦。嗯。咁就所以咧就。一路睇醫生咁，到後來咧就提早退休咯。咁所以嚴格嚟講，我喺2022年就係、是、變咗個退休人士咯。我知你啱啱嚟之前就退，啱啱退咗休，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啱啱準備要過嚟之前。其實未諗住退休嘅，咁但係因為嗰個病導致到我提早退休。哦。Okay、因為嗰個意外導致到我差唔多一年係做唔到，翻唔到工嘅。哦 ，OK。嗯。咁啊，嗰段時間就基本上要成日復診啊，咁樣喺香港嘅，都去睇醫生啦，揾醫生睇咯。哦 ，OK OK， 咦，咁嗱，咁如果以你呢個情況啦，咁嗰陣時其實都算係半退休狀態啦，可唔可以咁講啊？可以咁講。OK， 嗱，咁嗰陣時基本上你哋係咪都已經係諗住成家人過嚟英國依邊嘅？其實係嘅。因為我哋喺2021年嗰陣時開始咧，就又有咁嘅諗法。嗯。咁就因為我哋之前就喺香港都係有個物業嘅自住。嗯。咁因為我哋有咁嘅想法之後咧，咁你要諗住要放樓啊。係。要放咗層樓先至可以過嚟啦，咁樣。咁就一路就放樓啦，咁跟住咧又5+1嗰個簽證計劃開始啦，等佢開始啦，咁就又申請啦，咁就、所以就係利用嗰段時間咯。
你是跟哪一些家庭成員一起過來的？是我先生啦，我兒子啦。OK， 你兒子幾多歲啊？咁而家？32歲，今年好似33啦。哦 ，OK。OK， 咁都已經係唔使你擔心啦。成年人啦。OK， 咁你哋準備咗幾耐啊？咁過嚟。其實係一年鬆啲啦，即係其實因為我個病導致到嚟過嚟英國嘅時間係延遲咗嘅。嗯。原本我哋嘅計劃咧就係2021年嘅11月就會過嚟嘅，2021年嘅11月。OK。啊，咁但機票都買曬㗎啦。啲嘢準備好曬嘅，咁但係咧就因為我個病臨時嗰度要做手術，咁所以導致到就要褪遲咗3個月先過嚟啦。咁就變咗係2022年嘅年初1月份嗰時過嚟咯。哦，咁其實3個月都唔係推遲咗好耐啫，都其實係嘅，因為我係10月尾嗰陣時候做手術嘅。咁我做個微創，咁嗰個手術咧就其實醫生就想我喺3個月之後去復診嘅。咁我就復診咗一次之後咧，咁我覺得我自己可以應付到，所以我就係咯，喺1月份嗰時過嚟咯。咁嗰個成個復康嗰個過程其實都好順利喎，3個月到咁你都可以好彩咯。嗰個手術比我想象中好啊。嗰個效果，咁導致到我係當時嗰個病症導致到我嘅痛楚係即刻冇嘅。咁加上又 OK 啦，身體恢復得好快嘅。咁啊冇事啦，咁我哋咪可以一齊走啦。OK。咁咧嚟到呢一度咧，相信都同香港嗰邊個生活都有好大分別啦。咁你哋嚟到呢邊，你同你先生會唔會覺得唔適應啊？又不會喎，可能咧，我哋嚟之前咧，其實都有啲心理準備，了解過呢邊一般嗰啲人嘅生活環境係如何啊，咁樣都做咗好多資料搜集啦，應該係。不過阿仔都好幫手嘅，應該一定。主要阿爸做。主要阿爸做。OK。咁樣嚟到我哋一家人咧，都好快脆適應呢當地嘅生活。只不過就話可能最初嗰時。未有車啦，搭車又冇咁方便啦。咁最初我哋嚟到都係住緊嗰啲酒店啦，住咗2個星期啦。咁樣就所以喺出入方面啊，或者買嘢方面冇咁方便咯。主要係呢啲啫。咁因為比想像中好啊，咁所以好容易適應呢度嘅嗰個生活嘅狀態咯。剛才呢我跟你在咪後呢有傾過就依度嗰啲天氣嗰啲問題嘛，咁你哋會唔會覺得依度啲天氣即係比較難去適應？即係好似嗱，我哋之前有聽過好多人講話嚟到依度會覺得即係好潮濕啊，或者又成日都陰陰天咁樣，尤其是即係對老人家嚟講咧，咁可能老人家佢可能啲關節問題啊，或者係即係對於嗰啲天氣凍嗰啲時候會比較難啲去適應。咁你覺得點咧？我自己個人咧又覺得唔係比想象中同埋比啲之前嘅朋友講咁誇張咯。其實咧，我哋嚟嗰陣時都係冬天嚟噶嘛，1月中啦嚇，可以講。看到英國的天氣咧，係真係多雨嘅，佢霎時一陣雨，轉頭可能咧陽光普照喎，你會可能真係例如有啲朋友話啊，你可能見一日睇到好幾個景象嘅，係真嘅呢、這個，不過比想象中唔係咁差嘅，啊，同埋咧佢個凍咧係喺外邊係應該係都凍嘅。咁當然你要著夠衫啦，但係因為我發覺佢哋英國嘅屋嘅設計咧，喺室內嘅保暖嗰個效果真係唔錯喎。所以喺室內咧，我自己覺得咧就絕對可以接受。你哋嗰陣時嚟嗰陣時咧，都凍凍地噶嘛。嗰陣時你哋會唔會成日都需要開暖氣咁樣？其實又唔係喎，我哋只不過係即係因為我哋租住嗰間屋嗰度咧，佢都係分。都 set 咗時段嘅個開暖板，咁
都係分幾 part 咁開嘅，唔係一日到黑都開住嘅。嗯。咁因為個保暖效果絕對唔錯咧，咁我哋又可以絕對適應到喎，冇問題喎又。哇、嗯！咁、哦、幾好喎、啊。係㗎，因為我同阿爸傾偈都話啊，唔係個想象中咁差啫，嚇、啊、幾好啊 ，OK 啊，冇問題啊，好容易適應到啊咁。嗯，咁就好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喺即係香港嗰邊準備過嚟嘅朋友，可能都會聽到都會比較安心啦。因為咧，其實喺依一邊咧，啲天氣咧唔係話真係咁凍，同埋唔係真係咁潮濕嘅。其實即係好多人都可以即係好容易咁樣去適應到。啊，跟住咧，我有一個問題咧，就比較感性少少嘅。咁我就問一問一下何太。咁呢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其實咧，我就想問一下咧。嚟到依一邊啦，咁即係都算係離鄉別井啊，咁而且就即係之前可能都喺香港住咗咁多年，咁總會有感情噶嘛，咁啊會唔會嚟到依邊咧，係會覺得有啲乜嘢得與失咧？咁我哋一齊去聽下何太點樣講先。嗯，其實係嘅，咁我自己個人啦，首先睇下個失方面先啦。嗯 ，OK。失嘅一定有嘅。主要就是說、我們跟、家人啦、朋友啦、兄弟姊妹啦見面的機會就一定是少了的了、就因為沒那麼方便嘛、好像以前那樣、想跟姊妹、去喝下茶、或者去探下姑姐、或者跟朋友吃下飯、這些你平時就很容易做到啦，打個電話約了就可以去做了，隨時都可以。嗯、但是因為來到這裡十萬九千里那麼遠即是、想這樣做是、沒那麼容易啦，主要這個是都是失的東西來的，但是好彩現在因為你科技發達，即是在、那個、WhatsApp 群組、或者聊聊天、通下這些、免費電話、都可以聽到聲音溝通一下咯，這個都是容易接觸到的，甚至乎你話你做視像都得，咁就相對比以前我哋老一輩嘅移民嗰啲家庭見面嘅機會細咧，同埋打長途電話咁貴啊。咁以前真係好貴，真係比較困難嘅，同埋會真係有好點講啊？係會比較傷感啲嘅，真嘅啊。咁、但係而家咧就主要都係方便咗啦，就冇咁困難咯。好啦，咁如果係我個人睇咧，就係、是、得方面咧，咁其實住嘅條件好咗，地方大咗，空氣都會好咗，因為佢人冇咁密集啦，地方大咗，同埋咧佢哋呢度啲即係屋仔啊，平房嘅即係冇咁多高樓啊，咁樣樹木又多，你見到佢咧，我哋行出去周圍都有樹嘅，好多花草啊咁樣，咁嗰、那個感覺很舒服咯。以前你們是住哪一區啊？我以前是住紅磡區的。住紅磡 ,OK。紅磡其實個環境都挺好啊。其實紅磡 OK 的，因為它那裡出入很方便啊。無論你去哪一區呢，你都很容易有車搭啦。加上我們走之前它已經開了地鐵添。咁就仲更加方便，所以嗰邊啲樓價都會升咗，都係你啲原因。嗰邊食嘢都多選擇啦。其實嗰度你一落街咩都食到噶啦，但係問題你去唔去食嘅啫。不過我哋又比較少出去食嘅，中意喺屋企住。OK。咁所以嚟到呢度咧，都其實好容易適應咯。因為我哋呢度都興自己住噶嘛。是啊，因為你揾食困難嘛。係啊，依度就唔似好似香港咁樣，係啊，一落街就有餐廳可以周圍食嘢。這個方便咧，就我相信冇乜邊一個城市好似香港咁方便噶啦，咁容易去食到全世界嘅嘢，同埋又唔係真係好貴。唯一一個缺點就係我哋住嘅地方窄咯，係啲樓密集咯，嚇咁導致到都係呢個原因困慣咗。但在這裡不同，這裡你走出去都空，即是很多地方讓你可以走到，是那個空間感很大。多不多出去散步啊？這樣暫時都未，因為我要照顧個花園。因為個花園未搞定。是的，你們剛剛搬了新屋啊，現在是的，來到這裡呢，
這個都是可以實現了我一個幾十年的夢想，就是可以種嘢。嗯，因為在香港呢，你根本沒有地方可以，即是沒有多餘的地方給你可以種一些東西。是。加上因為你的樓物嘛，你不是周圍的地方都有陽光度啊。嗯。啊，我以前住那個地方呢，就種乜死乜的。所以就沒辦法可以種東西的。嗯。啊，所以現在來到這裡就真的好了。可以實現我一個夢想，就可以在有花園的地方給你種一些你想種的東西。嗯，其實呢我覺得呢很多朋友來到呢反而都會覺得好像在這邊見到陽光日照的時間好像還多過香港。是啊，肯定啊，即不知道是錯覺還 是真的真的那個天氣是這樣。反而 我在這邊呢，我除了是覺得它落雨那個情況不是那麼多之外呢，其實它這邊其實陽光都挺適合種東西。是 是啊，其實是的。同埋咧，我嚟咗呢度冇幾耐咧，我就發覺我自己黑咗好多啦，因為接觸太陽嘅機會多咗啦。嗯。啊，咁咧你唔使一定要行出去，淨係喺屋裡面喺個窗望出去咧，你都見到藍天白雲嘅。係啊，好舒服啊。好舒服，同埋我嚟到呢度咧，都即係影天空嘅相影咗好多，因為好開心啊，見到嗰、那個天空，你抬頭望就係咁樣啊。每一日見咧，可能都唔一樣個雲，好靚。嗯。啊，喺香港咧，以前住新界都還好咯，但係住咗出嚟市區嘅話咧，就真係冇乜地方俾你望。係。嗯。咁樣同埋咧，除咗話個空間咁大之外咧，我都發覺當地嘅人都好友善咯。嗯。啊。這個感覺是很舒服的。有沒有認識到什麼新朋友啊，在這裡？有打個招呼，但未正、正式深入去了解。OK。何太啊，咁樣頭先咧都講到啦，咁你之前嚟英國之前咧就啱啱有個病，咁樣就需要去做手術啊。咁啊，之後本身都係諗住喺香港嗰邊去復診嘅嘛。咁啊，後來嚟到依一邊就係啦，咁就香港嗰邊就冇復診啦。咁喺依一度睇醫生，或者喺依一邊可唔可以pick up 翻你香港即係去同你 follow 翻香港嗰個嗰啲療程啊，或者係即係幫你去做檢查啊、復診啊嗰啲嘢咧？其實呢就我本身呢就未來這裡之前呢，我都是一個長期病患者來的。我在香港一直都有看那個公共醫療的系統裡面看病的。我來之前那個受傷的部位呢就主要是看私家的，就不是看政府，政府那裡就沒有跟進這件事的。但是因為那個受傷呢就我自己覺得又沒什麼事了，好就好回了。所以在這裡暫時都未有在當地 去找醫生看了。那這裡看當地那個GP 那裡的經驗呢，我自己個人就都未見過醫生的暫時。因為我來了差不多是大約九個月了，那主要就是見了姑娘咯。因為我是長期病患嘛，一直在香港都是吃緊藥嘅。咁嚟到咧，我哋就阿仔都好緊張，就第一時間咧就盡快就同我哋去申請個 GP 啦，嗰度登記啦。咁後來大約三個月，大約三個月之後啦，咁就有通知叫我哋可以去攞藥咯。因為不過最緊要一樣，首要嘅前提都係你要準備好啲資料啊。即係你個人喺香港嘅病歷啊，食開啲咩藥啊，呢啲咁嘅資料咧充足嘅話，咁你好快脆就可以登記咗呢個 GP， 就可以去當地嘅醫院啊或者係診所嗰度去處理呢啲藥嘅問題咯。咁我哋攞到藥之後，其實佢又好快脆又有信嚟通知我哋去做一啲檢查喎、哦，例如、oh, okay. 你嗰、那個譬如女士佢就會。照胸啦，子宮頸檢查啦，大腸啦呢啲啦，佢都好快就通知我哋去做咯。咁我自己都做曬噶啦嗰啲。
需唔需要另外再收費啊？咁樣啊，唔使，唔使，係完全免費。嗯。我嚟咗呢度咁耐，攞藥都未收過錢。哦，咁樣哇，都幾好喎、啊。其實相信英國當地嘅醫療系統咧，照顧都唔絕對唔錯嘅，只不過話真係可能佢哋都資源有一定嘅問題啦嚇，咁就唔可以話好似以前咁樣，好似香港咁樣會咁密集咯。係。嗯。咁佢哋如果係嗰啲專科嗰啲，佢都要一啲時間嘅，要排期都要一啲時間。嗯。咁通常咧，你哋去約覆診啊，咁會唔會話需要約好耐啊？覆診其實都係你要打電話去啦，打電話去約，咁約到嘅咁其實都唔係好耐嘅。專科就可能要排一啲時間。嗯。咁如果你普通一般嗰啲專科要排幾耐到咧？如果好似要幾個月㗎？要幾個月？係要幾個月？ Okay. 但係如果你相對香港嚟比較計下，嗯，香港如果一個專科排講緊係過年一年以上嘅，係最少係啊，我相信而家會更甚咯。嗯，我以前之前嚟英國之前去排專科嗰啲咧，試過排十幾個月緊。哦，而家仲要長啲添， okay. 聽講。嗯嗯。咁樣。O K， 咁啊，咁聽落其實喺依一邊要去覆診同埋要去 follow 翻之前嗰啲病歷，其實都唔係好困難嘅。其實唔係嘅，比想象中快或者容易。嗯。咁樣。好。好啊好，嗱咁樣講咗咁耐啦，咁樣都想問一下你有冇啲乜嘢係寄予香港嘅朋友咧？想同香港嘅聽眾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尤其是好似你呢一類嘅退休人士咁樣，係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講？其實咧我身為我認同自己係一個香港人，因為我喺香港生活咗幾十年。從未諗過會移居英國，但係而家我真係移居咗英國，仲喺度住咗九個月到啦。咁我諗如果真係有啲想法，有想移居某某地，唔係話一定係英國或者其他國家都係，其實我覺得你真係有放膽啲去做咯。過嚟睇下。睇下咩環境，睇下呢個當地適唔適合我哋住啊，或者我哋移民過嚟啊，你可以過嚟睇下先咯，瞭解一下。唔係話淨係聽某某人講啊，人哋講唔代表一定係你感覺到嘅嘢嚟嘅。當你嚟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啊，原來呢個唔係好啱我喎，唔適合我哋嘅一家人居住，咁你咪唔好嚟咯。但是如果你移了過來，你過了來，當你了解過，哇，原來這裡是比我們想像更好的，尤其是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更甚咯。我們老一輩的來到這裡，其實你真的舒服很多的，空間又大了，空氣又好了，曬下太陽都多了的，比香港計算。咁退休人士其實絕對適合添，我自己覺得啊。咁你如果係有小朋友嘅需要讀書嘅，咁啊更好啦，一定係比香港嚟講小朋友讀書個嗰個質素啊，嗰個快樂指數啊，必然會比更好咯。所以希望各位準備想移民或者移居或者去。了解一下的話，其實去啦，去試一下啦。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來的，因為呢現在你有得選，第日不知道有沒有得選。好，那咁啊，何太呢跟我們分享了她的經驗啦，咁啊有一個重點呢，我覺得呢非常之好的，就是現在你有得選，以後呢不知道有沒有得選。咁所以呢，你如果是有這個心理想去來英國試一下的，咁就要好像何太咁樣可以
勇往直前，係啦，或者係過嚟依邊去了解一下，咁實地去體驗一下，睇下適唔適合自己，係啦。好啦，咁今集咧就係咁先，咁就多謝曬何太你接受訪問。唔客氣，好 okay, thank you 你，好，拜拜。好，多謝何太，多謝阿 Don 嘅安排嘅，咁何太就非常之中肯啦。咁如果有朋友睇完呢段片，覺得有嘢想問阿 Don 嘅話咧，就可以喺下邊嘅即係留言區嗰度留言啦。咁啊 ，Don 同事睇完之後咧，就會喺下邊啦，又或者喺下次直播時段咧答翻你嘅問題嘅。好，見到阿教授喺度噶啦，咁咧就嚟緊咧就會播一播阿 Honey 段片。Hello， 大家好啊，我是阿 B。Hello， 大家好，我是 Honey 啊。咦，妹妹啊，今天呢我见你呢一翻完学就即刻冲上间房上面，闩埋道门，你是不是又要打机啊？梗系唔系咁简单噶啦，我就要做埋我份功课啊。吓、啊，咁你嗰份功课咧，关于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我嗰份功课咧就喺网上。搜尋一些資料關於維多利亞總式的屋。那維多利亞我們好像聽過，那維多利亞式的屋是怎樣的？維多利亞式的屋呢，是和普遍正常你見到的屋有比較高的頂樓。那阿妹啊，普遍的屋通常分為哪幾種的？普遍的屋分為 Detached Terrace、Semi-detached 同埋 bungalow 啊，咁我哋讲翻啦，维多利亚屋咧系有咩特点啊？维多利亚屋有好高嘅楼底，同埋通常会有地下室。咁地下室通常我哋睇一啲卡通片咧，地下室通常净可以摆嘢嘅喎。咁呢度英国啲地下室通常系咪可以都可以住人嘅？咁你就要睇下个地下室够唔够大或者细。地牢咧其實係好大添啊，裏面仲有一個廁所，而且咧佢成個地下室嘅樓底咧有成兩米咁高啊，所以即使高嘅人住落去咧都唔會話頂頭好唔舒服噶。咁咧除咗維多利亞式屋咧咁高樓底同埋有一個地庫之外咧，佢仲有咩特點吸引人哋想住喺入面啊？佢仲有一個特點，如果有啲人類似唔係好想打理後花園或者前院嘅話，可以揀維多利亞屋，因為維多利亞屋嘅後花園同埋前院普遍都係細啲嘅。仲有啊，哥哥，除咗嗰啲之外咧，維多利亞屋嘅屋普遍嘅面積好大，從地庫行到去頂樓要足足四層嘅，要行幾十步樓梯。话时话，哥哥，你最近系唔系仲减紧肥啊？唔系啊，我最近咧又为咗想再高啲咧，所以咧而家最近咧都系咁食嘢，希望可以再高啲。因为最近咧我突然间咧就中意翻打篮球啊，所以希望高啲咧，到时候咧打篮球就多啲优势啊。你今日除咗做翻功课之外咧，仲见你全日都攞住一张黄色嘅纸啊。咁但系嗰张纸又唔系中文又着，又唔系英文，咁系咩文嚟噶？嗰张纸系法文，咁咧，你嗰张法文纸上面咧讲啲乜嘢？可唔可以同大家倾讲下？我嗰张纸法文嘅诗系关于四个月份：九月、十月、十一月同埋十二月。咦，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法文嘅九月、十月、十一月同埋十二月系咩啊？九月喺法文系石仓。而十月在法文是 autumn， 而十一月就是 November， 然后十二月就是 December。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你好像刚才是这样重复同一句句子，那一句句子是什么？可不可以跟大家过来听一下？是关于丰收的，我现在读一次。At the start of the harvest, communities would appoint a strong and respected man of the village as their lord of the harvest. He would be responsible for negotiating the harvest wages and organizing the field workers. 咁咧，主要就係話咧，當一個耕種嘅開始咧，咁咧佢哋就會揀一個領袖，
咁嗰一個領袖咧就會咧係去管理住唔同嘅農業部，佢哋唔同嘅發展啦，同埋分配唔同嘅資源俾佢哋，等到咧令到個耕種咧可以順順利利，去到年尾咧就可以有一個大豐收啊！咁你今個星期咧好似好忙喎、哦。係啊，而家依個時間我應該預備緊我準備嘅踢波比賽。希望可以入到几球波，或者协助队友入波。咁我哋今个星期咧就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好，大家好啊。阿妹妹啲英文好似几好咁喎。咁佢喺英国读书噶嘛？英国读书都唔系即刻会上得即系朗朗上口咁嘅，我估。佢、系自己系真系好似几好嘅。佢幸運啲咧，就係佢細啲嚟啊嘛，細啲嚟即係佢小學，四年班嚟咁啊，容易接咯。咁如果你最好就係六歲嚟啦，咁但係呢個你好難嘅，好難嘅，好難即係教得到係六歲嚟咯。係，好多謝啊 ，Honey B 就即係剪片拍片，其實好辛苦噶嚇。咁咧就再一次多謝佢哋。咁啊嚟緊呢一節最後一節咧，就會交俾阿教授問一問佢一個問題嘅。咁啊，但係交俾佢之前咧，就想問幾個問題。咁就全部都喺Patreon 嘅。咁啊，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咧，聽完阿教授講李嘉誠跣住咁走之，咁啊，你估啊如果阿李先生就有一日就百年歸老啦，你覺得仲會唔會有第二個李嘉誠咧？梗係有啦，點會冇啫？人才輩出噶嘛，咁啊，只不過未必喺長江集團啫嘛，係咪？未必喺長和集團啫嘛，咁啊。江山代有人才出，呢个是必然的，所以到时你咪揾一啲你心仪同埋观察耐咗啦，知道呢啲系管理层，即系最好嘅管理层嘅人，咪买管理层咯。就咪买，唔系买 asset 系买管理层，因为只要管理层管理得好咧，化腐朽为神奇噶嘛会。系，明白。咁另外一朋友咧，有上次咧唔知 patron 定系邊度已經問咗噶啦，就係話咧，即係關於啲稅務問題啊。咁啊，想跟進問一下咧，就如果即係想下年暑假移民去英國啊，咁佢係咪應該喺呢一個稅務年度，即係2023年4月5日之前，即係由而家至到2023年4月5日之前離職？咁因為佢話佢下年暑假先移民啊嘛，咁係咪就可以避免咗嗰45% 咧？因為佢而家未去英國住。因為呢條我唔識啊，我唔識答個原因咧，呢個係要稅務專家先至可以答到，因為佢會楞住其他呢位仁兄後邊嗰啲資產啊點樣處理嘅，即係唔係話咁簡單？你答佢一個直接嘅問題，邊一日咁你要離職你就好啦，因為仲有好多嘢咯。好嗱，不如咁啦，我哋試下問一下啲相關嘅人士，下次批藏嘅時候睇下可唔可以再覆佢啊。咁另外仲有個朋友，佢話教授，佢個朋友咧就去英國旅遊，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咧？睇下先，佢話俾我聽以下，即係佢話佢有朋友去英國旅行，咁咧就話俾佢聽，就如果你諗住仲係移居英國，我勸你都打消呢個念頭啦。咁因為點解咧？嗰個人就話英文好緊要，嚟緊係百物騰貴，你真係要慎重考慮。咁佢話佢根本睇唔到香港人似移民喎，咁啊冇錢咧更加唔好諗啦。咁其實好得意啊，呢個問題咧就咁啱。就係、是、阿 Don 今日嗰、那個訪問嘅內容啦，咁啊呢位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之前阿 Don 嗰一 part 啦，咁咧就係啦，咁啊完咗啲問答之後咧，就想同阿教授分享一下啦。咁啊而家咧其實就好多人都估緊，究竟美股幾時先尋到個底，咁然之後咧就會反彈啦。咁其實而家最緊要嗰個信號係咪第一就係聯儲局幾時減慢個加息嘅步伐，又或者調轉嚟睇就係當有一日咧，有人話俾你聽，係啦，確定咗連續兩個季度咧，經濟咧衰退啦。咁係咪就係呢一樣嘢反為對個經濟嚟講係一個一支明燈咧？教授，嗱，咁你要睇聯儲局幾時停止加息先，因為停止加息就係等於佢已經咧控制到通脹啊嘛。咁嗱，咁如果控制到通脹，咩為之控制到通脹咧？就係、是、個通脹嗰個 CPI 咧。不是再是即係兩位數字啊，或者多個
3-4% 咁升咯。咁你又要推翻轉頭啦。上一次佢而家去到而家，譬如8.6啊，或者接近9.1啊，或者有陣時候翻翻嚟8.7啊咁。呢啲位咧，佢哋一定要加息加到佢壓到佢落嚟，長遠平均咧係2% 啊嘛，咁所以佢又唔停止加息嘅。咁嗱，上一次呢個數字出現咧，就係今年嘅如果我冇記錯係4月至5月啦嚇。咁即係話譬如今年嘅四月$100嘅，2022年嘅四月啦，你當2021年。嘅$100嘅嘢，就去到2022年嘅四月咧，就$108咁啊嚇。咁如果$108，跟住有$109、$110，咁啊每個月同你計即係話同比，即係話比對舊年2021年嘅5月、6月、7月、8月，去到而家9月、10月咁，咁都仲係仍然喺8.幾%。咁即係話都仍然係$108、$109咁嘅嘢係嘛？好啦，到出年2023年啦嘅四月，咁究竟2022年嘅$108嘅嘢升到幾多咧？咁 Raymond， 你覺得2021年嘅$100嘢升到2022年四月就係$108，咁2023年會唔會再係$116啊？今年似乎不是的，因为好像个即是次公布都8%、10% 咁上去的。咁即系比对2021年啊嘛，即系四月系$100，2021年四月$100，今年咧就$108啦。吓，咁出年咧，出年会唔会又升到8%，即系$116咧？唔奇嘅，真系。你睇下加咗息嘅啫。啊！如果咁樣咁，即係出年$116比對2021年嘅四月，即係2023年嘅四月係$116，咁即係話如果隔兩年嚟比，佢就升咗16% 嘅咯喎。係啊，啱啊。啊，會唔會啊？隔兩年升到？唔奇喎，即係16% 其實好少嘅啫。你問我。好啊，嗱，咁你問我，我就話啊，最快咧佢可以停止加息咧，都要去到2023年嘅四月。嗯，好啦，到时我呢个例子咧，如果佢真系去到$116咧，咁即系连续两年高通胀啦，系嘛？即系呢啲嘢咧，就等于津巴布韦，或者阿根廷，或者土耳其啦，即系一路都系咁样。如果咁样嘅话咧，咁佢就冇得停啦，系咪？咁但系你问我咧，我就同你睇法有唔同嘅，即系咧。因為嚟緊我哋要睇埋嗰場仗係咪打完啦，咁我就話我覺得打完嘅機會係99%，因為再唔打完咧就係世界末日噶啦，因為下一步就係撳核彈啊嘛。嗯。咁所以你得兩個選擇嘅啫，喺而家嘅時間，即係呢場仗咧就因為打完就係99%，唔打完亦都咧我哋求生不得噶啦。嗯。系咪？咁所以你唯有谂一样嘢啦，即系谂佢打完咯，系咪？如果佢唔打完嘅话，即系大家喺边个呢个世界嘅地方，只要走去澳洲、纽西兰、南美洲，咁你就有得救咯。如果唔系咧，喺啲文明大国嘅美国、北美或者欧洲或者咧南亚都系冇机会噶啦，啱唔啱？既然是这样呢，我们就不要想最坏的情况了，不如想最好的情况。最好的情况就是如果他打完，即是呢今年2022年12月之前快乐圣诞过一个，那开始到出年呢4月呢，那些东西就不贵了。不贵就是呢通胀控制到呢，那他就有机会停止加息。这个是最快的步伐了，是吧？最快的了，因为你今年所有的事情都会反映在未来几个月呢，是比对去年同期呢都是会涨8% 至 10% 的了。OK， 所以他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说你当他平均是 8%， 他离 2% 就差 6% 了，是不是？是，即是最少呢，我找方法减回来2。唔係，咁你佢壓住佢咪壓住佢嘅成功咧？即係譬如話，今年到年底聯邦基金利率，我估計咧就係如果而家係3.5%啦，係咪？
或者三厘七五啦，你当系啊，系咁啊，你平均三厘半，你要加多咧厘半息最少，咁即系四厘半咯，即系五厘息啦，接近。咁但系有啲人话四厘七五啫，咁你唔好理佢，你总之等于咧五厘息，今年十二月最后一次加息。咁啊，去到嗰度，如果再冇通胀啦，即系话2023年嘅四月或者2023年五月啦，我哋松动啲，2023年嘅五月。相比2022年嘅五月，佢只系得3% 通脹，即系话原本2021年嘅100蚊嘢，去到2022年哦，我明你意思啦，我明你意思啦。嘅五月系108蚊，系咪？嗯，我明意思啦。108加多3%，咁咪即系110蚊到咯，110蚊到，咁系压到个通胀咯。好啦，压到个通胀。咁即係佢又唔需要再加息一段時間啦，咁啊睇住啦。咁即係話嗰個六厘息咧，六厘息聯邦基金利率咧就都好盡嘅，扯到好盡。個息咁貴，點解貴啊？因為你喺啲公司嚟睇啊，即係好似啲Facebook 或者呢啲嚇啊 Google， 佢以前係即係2021年係借錢係零噶嘛。咁當然佢哋唔使借錢啦，好似 Apple 呢啲咁，但係。得几间公司，全世界得呢几间公司唔使借钱啫，其他啲都要借钱咁，啲创投系咪？系。如果佢借嘅钱系由零息跳到去百厘息，咁佢每年挨百厘息，咁佢会系乜嘢啊？会嗰个 earning 咧，即系当佢有钱赚咧，个 earning 都压缩得好好紧要啦，系咪？系。而且呢啲公司如果唔讲创投啦，净系讲啲 S&P 嗰500啦，嗰啲系平均咧都。十年到的公司啊，吓佢出去借钱要百厘，以前出去借钱可能一两厘，系嘛？即系多咗五六厘嘅话咧，咁你谂下佢个盈利去边度搵五六厘嚟顶咧？咁呢个叫做咧 earning 嘅收压缩咯。嗱，咁最近啲股票吓，你睇你中意股票啊嘛？啲股票咧，S&P 系跌24% 啫，啊，到而家由最高位到而家跌24-25%。咁呢個係反映咩咧？就係反映個P/E 啊，即係嗰個 price earning ratio， 即係個份子呢個 price 咧，就但個份母，因為份母係反映高息好多嘅啫嘛，所以咧佢啲份子嗰個 earning 未跌，份母啊收縮，咁呢個叫咩 effect 咧？呢、这個叫做multiple compression， 即係話 price earning ratio 個 嗰個 P/E 咧係壓縮啊，即係嗰、那個收我哋叫做本金收益比同盈利嘅收益比嗰、那個倍數壓縮喺個分子度。嚟緊咧個股票點解唔會睇好咧？你最中意知道個股票睇好定睇唔好啫，係咪？講咁多嘢，嗯，啱唔啱啊 ，Raymond？ 嗯。系啊，咁点解会睇唔好咧？一路一浪一浪咧，就系、是、因为嚟紧要反映。正话我讲话，啲 S&P 嘅公司由俾开一两厘息嘅，而家要俾多即系五六厘息，系嘛？咁佢嗰个盈利一定收缩噶嘛？盈利收缩就系个 earning compression 啦，即系话个盈利收缩，咁就会喺开始呢一季，即系嚟紧呢个礼拜三五咧。即係嚟緊呢個禮拜五，美國嗰、那個幾大銀行咧，即係 J.P. Morgan Chase 啊、Citibank 啊呢啲咧，宣布業績啦。咁你會睇到，哦，挨咗咧呢三厘加息啊，而家呢係三厘加息啊嘛，加咗三厘息啫，或者呢加咗三厘半息，呢三厘半息咧挨咗呢三厘半息個收縮咧係幾多咯？對佢哋啲公司企業一路陸續會宣布啊嘛。咁呢個宣布就會呢一季影響咯，呢季影響咧就係會反映喺嗰個份子度啦，唔係即係份母度啦。因為 price earning ratio 上邊係 price， 下邊係 earning。咁你話平均15倍，即係話每一個 principal， 即係你投資100蚊嘅嘢咧，應該咧15年後就已經咧賺翻曬個 earning 啦。咁係啊，咁樣嘅意思啊嘛。咁而家咧就會收縮，嚟緊咧就會收縮嗰個份母啦。個份母就係話個 earning， 如果你本來一股譬如你 P/E 10倍，
咁即係話一十蚊嘅嘢咧，一年賺一蚊啊嘛。嗯。咁如果佢一年賺八毫，咁啊點算咧？咁即係佢收縮20%喎，係嘛個分子分母。咁啊，上一次咧就係十倍嘅 P/E 就係十蚊，你賺一股賺一蚊，咁一路都未人反映嗰個一蚊收縮。咁你唯有咧一早走定先咧，就係上邊個十蚊咧變成八蚊。嗯。咁 S&P 咧就係賺少咗，即係個 price 調整咗20% 先。咁呢間公司而家咧呢間公司咧就係話由一蚊賺一蚊變八毫喎。咁所以咧就嚟緊下半年就收縮佢嗰個咧 price earning ratio， 即係 P/E 嘅份母個 part 啦。咁呢個就係咧未來股票咧要捱多呢一棍咯，捱多呢一棍咧就係個盈利，所有啲公司嘅盈利咧壓縮，而呢個盈利壓縮係受制喺因為利率咧突然之間升咗咧幾倍啊！幾倍嘅意思，因為你交去一兩釐息，而家要交咧六七釐息咯，或者七八釐息啦，咁自然影響你賺錢嘅嘢啦，你。Raymond， 你用供楼你咪知咯。供楼嘅未必计数计得咁清楚啊，但系你头先讲嗰啲咧，其实今日喺 Financial Times 睇一篇文章就系讲类似嘅嘢嘅，咁啊，但系佢讲完成件事都系惊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啦。你要睇下边啲公司佢又第一有债啦，第二就系话边啲公司喺呢个经济衰退期间，佢会受个债市嘅息影响得更加多啊。影響到佢本身公司嘅盈利同埋 P/E， 咁啊直接會影響到成個大經濟嘅，咁啊大家都好驚呢一棍，咁啊呢一棍咧就教授意思咧就最快2023年嘅五月啦，咁樣樣，咁就係即係呢個係叫做一個比較我都覺得比較一個觀望嘅睇法。2023年咩係停止加息？停止加息係咁啊，咁就係我明啲公司就宣布啲。業績差了，咁所以呢一棍先至咧係下一開始2023年仲要捱佢咧未來話經濟衰退個風險啊。哦 ，OK， 即係呢棍係啱啱開始拗落去，2023年嘅五月先拗落去，就唔係而家。係啦，咁所以咧 ，OK， 咁我明啦。咁我啱啦。你要知道大體，你要再啦。如果經濟衰退咧，今次又唔使咁驚喎。嚇！因為點解咧？我哋加息嘅時候係個經濟過熱啊嘛。咁點樣反映經濟過熱啊？就係嗰個失業率低啊嘛，50年嚟最低啊嘛。係啊，係咪？咁啊呢個眾所周知噶啦。咁所以佢先至聯儲局話：我只係處理兩樣嘢噶嘛。第一就係唔可以令個失業率上升，第二就唔可以令個通貨膨脹啊嘛。咁既然失業率冇上升到係50年嚟最好，咁我咪好安心去處理通貨膨脹咯。好啦，處理完通貨膨脹啦。咁啊，壓將個息去到六厘，我咪好多子彈袋喺袋啊！嗯，即係將來如果咧，嗰、那個失業率上升，我咪睇住佢上升，睇個速度會唔會令我驚咯？如果唔驚嘅，係自動瘦身嘅，即係啲懶人唔做嘢啊，啲咧收人工高嗰啲人咧，因為要唔加佢人工，走去劈炮啊，咁啊由得佢先咯，係嘛？咁所以佢就會維持呢個高息一段時間嘅。去壓制佢，好啦，跟住你睇住個失業率開始由譬如3.5一路上翻嚟，咁我哋要睇啦。原來過去20年唔止20年，過去70多年啦，即係由二戰以嚟，如果我冇記錯咧，二戰以嚟十幾次衰退啦，有十幾次平均經濟收縮咧，即係個 GDP 收縮咧就大約2.5% 嘅啫，即係咧你做開。你屋企生產力咧，揾100蚊翻嚟咧，喺經濟衰退你係揾97.5，咁樣翻嚟，即係少咗錢入嚟咯。咁而失業率咧就會上升大約3.5至4%。咁即係話，如果個失業率由而家3.5咧去到7%咧，咁呢啲就係整個衰退嘅完結啦。咁而咧啲公司因為加息啊壓住佢咧。或者生意不好咧，大約收縮15% 嘅利潤咯。咁去到呢下，你就要睇呢啲係十幾次啫嘛。呢十幾次有長有短噶嘛，啲衰退。係啊。今次因為你咧喺嗰個最好嘅經濟狀況底下去加息咧，
咁你就預期嗰個痛苦程度係低好多嘅，即係唔會咁嚴重嘅今次嗰個衰退。咁你又點樣去比啊？咁等我飲啖先啊。好。點樣去比咧？就係如果衰退比較溫和啲嘅咧，就係波斯灣戰爭咧，即係阿魯布殊打侯彩恩第一次嗰、那個，即係1990年到1991年。嗰次又得8个月到嘅啫。第二次温和嘅衰退咧，就係科網爆破，咁嗰個係特登用加息壓破佢嘅，就係嗰個2001年3月個科網爆破之後，2000年3月爆破之後咧，個股票落咗嚟，然後2001年咧發生咗9/11嗰段時間，咁咧嗰個都係短暫啲，都係大約8至10个月到啦。咁嗱嗱，今次咧就覺得咧，嗰、那個痛苦程度唔高，不過佢今次唔會8个月咁短啦。因為點解咧？佢嗱，你由而家數到去出年嘅4月加息停咗喺度，起碼咧佢要等到嗰、那個衰退正式出現先，咁起碼都要1年咯。我覺得最少衰退1年啦。咁呢個衰退1年咧，就其實一路有一個共和黨有一個。擁躉就係以前前財長薩默斯，佢一路喺民喺個傳媒度一路講俾你哋聽咧，佢嘅睇法，佢就覺得今次咧嗰個經濟由於嗰個經濟過於強勁咧，咁就令到個通脹喺美國咧猛飆，咁啊好難馴服佢，咁所以佢就話：喂，如果大家咧真係要去搞呢樣嘢，佢咪同嗰啲。聯儲局嗰啲佢啲晚輩講啦，喂你唔好停止咁快加息啊，唔好受人嗰啲基金經理困啊，你唔好咧因為壓力底下而放慢腳步啊。就算金融動盪啊，佢話都係 manipulate 到嘅，所以咧聯儲局要維持佢咧100几年嘅聲譽咧，就要維持進取加息，直至到咧個通脹跌翻落嚟接近2% 先到收手。嗱，如果你咁樣咧。佢當然係有權威啦，佢亦都代表好多智庫講啦，係咪？咁你又睇到整個美國嘅金融界嘅共識咧，就係、是、預備去迎接呢下咯，呢下衰退，呢下衰退係叫做咩咧？緩慢瘦身啦，就唔係好似阿蓬佩奧咁樣要瘦50公斤咯，係咪啊？但係咧，佢瘦咗身之後，而家幾靚仔，係咪啊？咁所以咧。經濟太過好，即係個人黐肥啊！而家咧美國咧係黐肥，所以咧佢要咧快啲去減翻佢咯。你咁樣嚟睇你就知噶啦。OK， 好嗱，完全明白啊嚇。咁啊，大家小心啲，比較保守啲咁安排自己嘅 portfolio 咧就會好少少。好，今日多謝阿 Don，多謝 Honey Bee 同埋多謝阿教授咧，同我分享咗頭先嘅內容。咁咧就可以重複觀看。今集就去到呢度，披藏嘅朋友咧就礼拜四再见，如果唔系咧就下个礼拜二啦。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今天是礼物嘅披藏。好，今日去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